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即卖时间是下晡三点半，欢迎来收看大下晡新闻。我是林国新。首先来看到关系到200多万劳工的权益，劳动部已经决定啊，每年新历正月份开始，每个月基本的工资为现主时的22000元，会调悬到23100元。另外，一点钟的薪水嘛，会原本的140元，压悬到150元。虽然甲这附近的国家日本以及韩国比较起来，也是差真多，但是咱台湾的发展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目前有真侪企业的头家烦恼讲，这人事的成本会增加。不过，嘛有未少人会烦恼讲哦，这薪水一起啊，未来物资的价钱嘛可能会对你来起价。接听电话处理文书作业。陈东欧趁着暑假打工，趁一寡零用钱。即马基本的时薪是对140元调整到150元，每个月会当增加1700多元的收入。虽然调没有很多，但是会就是还是会有差别。对伊来讲，每个月周休二日，上班22天，一个月会当领超过26000。比起上新调整的基本工资，阁加了3400元。不过即马就惊头家规片高薪，要将这阵实薪组调整为月薪组，或者是规期卖回上这么侪点钟，节省人力成本。可能这样要兼两份工才能达到原本以前可以领的水准，好像有点累。过去用时薪计算的，要叫它调整成月薪，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加速的比例不会太高，因为基本工资调升而减少用人，似乎在过去几次的基本工资调整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很明显。人力银行表示，基本工资缓步调起，企业动作未上大，但是成本增加是事实。尤其以劳健部来讲，劳工每个月增加10元到38元，但是资方除了劳健部，还有劳退薪制，每人每个月都要加支出54元到197元不等，负担大幅增加。大概资方会付出的相对比较多的成本，大概是208亿。那么工商团体呢，他们自己的估算呢是350亿，中间呢已经有什么这个100亿的这个差距啊，就是大家在这个劳健保计算上头这个间距。目前全台湾大约有140万的中小企业，调整薪资，敢会让公司将物价成本转给消费者？这拢要持续观察。台新闻周怡晨、徐英豪台北报道。今仔日是旧历的7月初7，目前啊，在旧历7月份的时阵，真侪人拢会伫个这段时间举办了中元普渡。伫拜拜的时阵啊，除了咱爱有诚意以外，其实嘛爱有这个爱护咱大环境的心。环保署特别带头带领着公司、寺庙做伙来响应。呼吁着民众卖烧这个金纸，减少烧香，做回来爱护咱的大地。三炷香减为一炷香，如果说一定还是要用香的，这个并没有丝毫减少它的诚意，所以我想社会也慢慢可以理解哈。就一方面也维持了保护了宗教的信仰，尊重了宗教的信仰，用米哦代金的方式哦，还是面这样的来。可以说是用这样来代替香还是金纸、哦、我相信这个神明更感受得到大家能够来救助这个弱势者。强调着环保普渡，有不少的公司还有寺庙的代表拢真认同爱护地球的重要。改变这个传统的方式啊，就是会当来做环保，亲像是响应无烧金纸，减少着空气污染。环保署今年就推出中元普渡，爱用环境优先的方式来拜拜，包括着讲哦，买好的物件，集中来烧金纸，减少烧香放炮啊，以这个做功德的方式来代替烧金，以及了用心来拜，也就是讲哦，咱双手合掌就当来表达咱的心意。目前农历7月份是佛教的吉祥月，嘛是孝亲月，主持今年第二场大型的祈福会，今天的下晡在台中来举办。这次参加演艺静思歌队里面的成员有兄弟啊，也有姊妹啊。其中来自主席家庭的一对姓洪的姐妹啊，最近3个月以来，因是逐天拢专心来认识，嘛规天拢食素食，所以定来斋戒。每一个动作拢爱准确到位，反复练习一次又过一次。
希望演习顺利。近三个月来牺牲假日、平日暗时练习，我开始洪文倩有抗拒的心理，渐渐的感受到全员付出的欢喜。就大家一起努力，一起练鼓，一起排戏，之后就觉得有那种凝聚力。文倩甲姐姐嘉柔作为参与演习，因来自组织家庭。文倩食素两年外，跟妈妈去菜市场看到有肉都会觉得不舒服了。怎么说？就是会觉得腥味特别重，然后就会想到他们原本的样子。姐姐嘉柔食素十多年，拄开始是为了替往生的狗来祈福，后来家己历经一场重大的车祸。才刚毕业，然后人生正要开始起步的时候，出了一个撞到脑部的意外。那时候医生跟我说，大概恢复原本的脑力大概要七年的时间。周鸿武雄从此更加坚定食素的观。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做很多的善事，那躺在床上不能动，唯一能做的善事马上的大概就是吃素了。食素在家，身心灵更加清净，投入演绎，传达人间美善。大新闻黄子玲、李月伟台中报道。镜头来到中国大陆，推广着古历七月是吉祥月这款正信正念的观念。大陆四川的浙江宣导着斋戒，唔通来杀生。另外，伫福建的漳州，当地组织人特别到企业内面啊，为员工来准备着素食料理。真侪人食了这浙江煮的素食以后，拢讲原来素食是这尼啊好食。刺瓜啊，菜头详细来切成细丝，然后再搭配其他的食材，包伫个润饼皮内底，弄着刺瓜宣导斋戒。漳州组织志工走入企业推动食素。通过慈济这样子来做宣导，把素食做得很美味，然后很精致，让他们知道说，素食其实是可以很多样化，也不会没有营养，所以大家都对素食就是有更好的一个了解。志工的中道等。除了这道五彩素春卷，其他的菜式嘛拢是浙江精心料理，希望员工因食得健康。会遗忘在我们的脑袋里嘛？素食就是很简单的那些菜啦，没有油啦，没有肉之类的这一类。但是我们通过几次接触以后嘛，其实素食也是非常丰盛的，所以这个吃起来的话，比我们那些荤的之类的，其实更受大家的欢迎。食素会当做到身体的环保，对减碳嘛有直接的贡献。然而，环保唔止只，民众真正会当从生活当中出来的，是确实做到资源回收分类。焚烧污染空气，填埋伤害大地，唯有净化人心，唯有从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开始在做，这个地球才有希望。这是成都组织人伫个绵阳办的环保宣导，当地社区志工立刻响应，伫个家己服务的素食餐厅内底。带动员工因做伙做，餐厅的员工他们有时候都把他们家里的东西要拿给我，但是他们从家里给我用心的带来哈，我又把他们这份心又延续下来。我每次来做，其实都会觉得很开心。爱护大地，方法百百种，无论食素也是回收分类，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地球的未来就会当越来越好。台新闻综合报道。目前是台湾的风台季节，有来自台湾五个县市的组织志工啊，为着要增加救灾能力，因来到屏东东港的大平湾进行着救难救助船的使用训练。现场再来五只新的船只，载资是非常的轻，未来无用的时阵，可以当回收，是非常的环保。来自分嘉南高平五个所在的组织志工。运来五只新船举行落水典礼。天社会祥和，三年啊，天下无灾无难。这个急难救助船全拢是阿鲁米合金打造，甲先前发泡的材质真无同。除了轻卡以外，又阁真环保。救难船就是铝合金的，那以后如果有不能使用，它还可以回收。我们为了环保啊，每一档就是拢摆这个训练船的壳。安尼用甲，佮包括灾区，包括迄阵伫台南八八风灾，迄阵过屏东，迄阵伫迄个南边，迄阵嘛拢有咧到协助救灾。即次的练习课程主要以岛上物资以及靠岸离岸的操作。像我们平常也不可能去开快艇啊，或是游艇。那在这个区块哦，接触了几次之后下来，像我们也都开了几次，我也几年下来之后，都也学习到怎么开救生艇。就有不断的练习，嘛替家己自身安全做准备。一旦灾难来临，所学的技巧以及救助船，
就会当派上用场。大新闻王长杰、邱瑞堂、屏东报道。在泰国，每一年的七月份有这个三宝佛节甲这个修夏节，是泰国非常重要的宗教节日之一。现在主祭学校按照着传统举办着恭敬的仪式，邀请着法师到学校内面接受供养。除了是共同来制作蜡烛以外，也带来这个食物，而且今年特别不用这个塑胶袋来装食物，非常的讲究环保。泰国三宝佛节和修夏节是重要节日，根据传统要制作蜡烛供养出家人。清迈自治学校的师生以虔诚心共同制作，并且邀请法师到学校接受供养。做会礼敬佛陀，诵经祈福，嘛甲对厝内底杂来食物恭敬奉上。甲以前无共款的是，大家拢无搁再用塑胶袋啊。ที่เราแบบจะนำมาใส่ของที่จะใส่บาตรก็จะเป็นจำพวกถุงผ้าถุงกระดาษแล้วก็ตะกร้าค่ะเหตุที่เราไม่ใช้ถุงพลาสติก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ป็นมลพิษต่อโลกกงยงอีเชียกันแตนเลียงเดียงมาทวนแต่ด้วยทีเดียกิ่งอีได้ชิมบุญสังเรียนชวนเฉิงไทยกบดู关怀一地，会当救人一命。马来西亚组织吉打丁仪联络处甲政府的病院联合举办着关怀活动。这天是今日人群内面邀请着民众做伙来关怀救人。摕着海报走上街路，这天邀约民众来关怀。到一些小贩中心去。宣导有这个捐血活动，希望他们来参与。哦，早上我先生家人一起去吃早餐，然后就看到你们有那个捐血的海报，然后就拍下来，就叫我先生跟我一起过来哦。组织各大殡仪联络处甲政府病院合办关怀活动，总共成功募集68地的爱心会奖。我觉得捐血很好啊，救人啊，这对自己也是有血液循环啊。希望再接再厉哦，更加有机会坚持，更加坚持。反正身体健康就要付出啊。也阁有一位有作的查某警察拄好经过，马上把握关怀救人。发挥爱心，关怀挽救生命。大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以上是台语新闻的部分，接下来国语新闻，把时间交予韵慈。谢谢国兴，国语新闻马上带您关心今年编号18号的轻度台风棕榈，今天清晨4点在上海浦东登陆。棕榈台风的瞬间最大疾风有11级，是这一个月以来第三个从上海登陆的台风。上海紧急撤离53000人，浦东和虹桥国际机场早上共有149架次的航班停飞，前往中国大陆南部沿岸的火车也有超过111个班次停开，还有3条船运航线停止。棕榈台风目前持续朝西北移动，对上海的影响预计会到明天。再来看到印度的雨季灾情已经在南部喀拉拉省夺走256条人命，而且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橡皮船救了一整船的灾民，大水已经淹了半层楼高，连渔船都加入救灾，船只救援的场景随处可见。印度今年雨季重创喀拉拉省，150000人无家可归。从5月29号开始到8月15号为止，累积250多人死亡，是1924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省政府说，许多人是遭到山崩土石掩埋死亡。持续大雨让境内几乎所有的水坝满水位，净水处理厂泡水，马达毁损，喀拉拉省40多条河川也暴涨，主要机场跑道都淹在大水中，会一直关闭直到8月26号。喀拉拉省近百年来的严重水患，雨季还没结束，先来看看94年前的灾情有多惨重。6月开始，2个半月的降雨量累积超过2000毫米，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30%，还发生超过200起山崩，河水暴涨，一座水坝承受不起水压崩垮，
整体灾情累积超过1000人死亡。喀拉拉省雨季原本适合观光，因为雨水滋润花木扶疏。不过1961年到2015年的雨季降雨量比正常值少，从2016年开始降雨量就开始升高，灾情不断。大新闻许淑妹编辑。至于在日本，今年夏天气候异常，先是飙出摄氏41度以上的高温记录，今天又传出北海道降下初雪。受到高空的冷空气影响，北海道大雪山脉黑月山顶附近在今天大约凌晨1点观测到降下了初雪，是从1974年有记录以来最早的一次。好，焦点回到台�湾嘉义市，今天早上7点半左右发生一起民宅大火，熊熊的烈火快速燃烧，一名老妇人被火灼伤送医。由于起火地点相当靠近台铁的油库，消防人员绷紧神经不敢大意。画面中可以看到熊熊火光，火烟弥漫，起火地点是在嘉义市长安街130弄，现场是老旧社区。由于火势燃烧猛烈，延烧至少5户民宅受损，一名74岁的妇人有20%的烧烫伤，意识清楚，送往嘉基医院急救。警消一共出动了6个分队的人车前往灌救，当地慈济人获知消息后也动员前往现场关怀，提供必要的协助。新北市的单车通勤族未来通勤更方便了，因为新北市 U-Bike 站点今天新里程碑达到500站，新增的3个站点分别在淡水有2站，另一个则在新庄，总计4年下来，民众的使用率一共减少了66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相当于55万棵树的年吸收量。卡片轻轻一逼，骑上 U-Bike 就可以前往想去的地方，是许多民众常用的交通工具。平均1天2次，然后捷运从嘉义到捷运站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方便的。2次吧，就是来这边跟回家都会。这里是新北新庄捷运站 U-Bike 站，可以看到这里的 U-Bike 相当的多，因为人民的使用率高，所以现在新北市的 U-Bike 站点已经新增到了500站。4年下来，新北市 U-Bike 站分布在19个行政区，共有15000辆车，每天的使用人次也高达9万以上。因此，新北市交通局打算持续增设站点。整个新北市，我们未来还会再增设100站，那主要就是可以满足，就是可以服务更多的一个市民，包括通勤、通学，甚至是购物、休闲的一个代步工具鼓励民众多使用绿色运具。新北市提供前30分钟免费骑乘补助，大约有超过1半的民众骑 U-Bike 通勤，另外有超过70%是转乘捷运、公车，扮演了大众运输第一里或最后一里路的重要角色。大爱新闻林依婷、梁家明台北报道。这个也很重要，新北市防治登革热总动员多管齐下。今天8月18号由卫生局人员宣导全市除蚊日，邀请民众透过资生员检查表落实清除工作。这一张叫做资生员检查表，在家户内那除了室内之外阳台、屋顶、花园这些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统计新庄地区已经有11例登革热确诊病例，新北市动员6500人次清理7000个积水容器，每天巡检新庄的水沟淤泥等，期盼能够遏阻疫情失控，同时也宣导民众善用检查表，包括水桶、花瓶、轮胎都需要细心的检查，清除滋生源。至于检查表也可以在市政府的官网下载。花莲慈济医学中心院长林欣荣，他深知对于绝症的病患来说，生命中没有等待2个字，因此20多年来埋首在创新医学研究领域，全心投入研发与治疗病患，更是许多病患口中的林爸爸。今天是他的新书《蹒跚过岭》发表会，分享许多感人的医病之情。他不只是救了我，而且借了我们的小孩。谢瑞腾23岁那一年，因为林欣荣院长操刀的手术，重新恢复行走能力。女儿谢安琪也经历一场严重车祸，拿掉左脑，在林欣荣当时医疗建议之下，让谢安琪重获新生。能够用一个右边的脑子，然后再念书念到大学毕业，又可以找到工作。每次看到林爸爸有新的治疗法，就找到
人生充满希望。林欣荣从国防医学院毕业后，踏上创新医学研究之路，脚步加快不停歇，为的就是要能够拔除更多病苦，跟世界的医学中心哦，要有那样的水准哈。那希望啊，花莲的乡亲哦，能够哦，在有急重症的时候，还有难症、癌症的时候呢，咱不用再挖山跪尿。新书《蹒跚过岭》是林欣荣从学医到行医的心路历程，没有治疗的冷酷，反而洋溢着许多与病患之间的动人故事。带新闻杨爱婷、邓明仪，花莲报道。农历七月吉祥月，台北市大安区慈济志工为了宣导正知正见，挨家挨户邀约民众参加祈福会。夜色低垂，知道下班的人都应该回家了，这群志工们也开始挨家挨户按门铃。他已经帮我开了。祈福会啦，哈，想说你附近吧，哈，我们上门的时候请我们来这个敦亲睦邻呐。对，要跟。诚挚邀约左邻右舍来参加读书会。农历七月吉祥月，大安区慈济人举办祈福会活动，也要宣导政治政见。读书会中分享的都是自身的经验，甚至忏悔在筹划课程时不开心的脸色。只要我愿意低头，你说你不愿意低头的话，人家怎么叫你，你也不愿意改啊。所以在这边就是跟所有的伙伴们说对不起。每一场读书会都有上百人来参与，也越来越多人愿意来响应。从去年的七月份，农历七月份开始，我们也开始不烧金纸，对，所以我们今年可能或许会开始不烧香吧。在师大里居共修处，透过影片说明，还有一问一答，解了大家的疑惑。那个看了影片之后，知道上人的开示说，哎，七月是平安月，是吉祥月。是报恩月，就觉得说反而觉得很感动，不会觉得害怕。讲卖烧金纸啦，吼，啊，都咱爱护地球啦，嘿，啊，食素食咧，重点食素食上好。以虔诚的心念代替惧怕，减少对环境的危害，做出对的事，天天都会是吉祥日。大爱新闻侦探美职工台北综合报道。越南的慈济志工也在胡志明市的社区里头举办吉祥月祈福会活动，破除迷信观念以及跪羊图的演绎，感动人心。每年农历七月，越南慈济志工都会在胡志明市的联络处里举办祈福活动，今年也不例外。志工带领民众用虔诚祈祷普度众生。祭祀呢，rất có ý nghĩa luôn, ý nghĩa rất là lớn luôn á.ý nghĩa không phải là gì cho bản thân mình mà ý nghĩa cho cộng đồng xã hội nữa. Mình thấy mình tán rất là tán thành cái công việc này bên từ cái bên phía.宣扬孝道精神。今年祈福会上，志工安排了跪羊图的演绎，荧幕上播放中越文双语歌词，让大众更容易感受到歌曲的意义。感觉rất là欢喜và rất là vui, bởi vì con có thể.Truyền đạt lại được những cái ý nghĩa của cái vở diễn này đến cho mọi người. Khi mà con diễn xong, con thấy mọi người khóc rất là nhiều thì con cũng thấy rất là hạnh phúc. Những lúc em cũng có kỹ trả lời ba mẹ nhiều và có những cái lúc là em cũng trả lời xong và em cũng hối hận lắm, em cũng là rất là mười lắm, tại sao mình lại hứng tiếng với bài mình như vậy.正当台下观众沉浸在跪羊图的感动时，现场突然停电，但大家都不慌张，把心安住，用虔诚心念祈求社会祥和平安。台新闻之盛美志工陈依婷、陈佑群，越南报道。心安社会才能祥和平安，在马来西亚也是如此。马来西亚分会一连三天与台湾花莲静思精舍连线礼拜地藏经，希望在农历七月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大众凝聚善念，放下对传统鬼月的恐惧。虔诚的诵经声传遍整个静思堂。吉祥月，马来西亚分会一连三天与花莲静思精舍连线礼拜地藏经。1400多位志工凝聚善念，我觉得我很幸福咯，我有这个机会啊，在现在化疗期间还可以出来啊，没有什么副作用啊，那些很感恩。众人齐聚的共振力量，也让李建中深有感应，发愿在自己有因缘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分秒做慈济。好像妈妈最近的意外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经过慈济的一些上人的法的熏陶之下，
我会验说，怎么我加入了慈济这几年，我付出这样多，怎么佛菩萨没有保佑妈妈而给她跌下来？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因为我有念经了，把那个意外的减为最低。拜金结束，静思团队制作了糕点与众人结缘，希望大家把这份法喜为已故家人追思，也为全天下虔诚祈福。大爱新闻庄慈玲、李绿阳、彭敬贤，马来西亚报道。一起意外消息来看到，中国大陆厦门航空一架载有165人的波音客机在菲律宾机场降落时偏离滑出了跑道，所幸机上所有人全都平安。滑出跑道的飞机在停机坪上，厦门航空波音737客机从厦门飞往马尼拉，昨天下午夜11:55降落时下了大雨，结果飞机偏离滑出了跑道，机上157名乘客和8名机组员利用紧急滑梯全数平安撤离，飞机的两具引擎中有一具受损，事发的经过还有待调查判定。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看印度国庆日，首都新德里展出超过100只大象雕像，全部都是用废弃塑胶以及金属还有电子废弃物打造成真实大象的比例，唤醒大家重视亚洲象和它的栖息地。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韵慈，祝您平安顺心。